Hello， 各位发烧友，大家好。首先问诸位一个问题：买完手机你用着爽吗？是的，现在买手机就是买系统。小右可是好看又好用的安卓定制系统。不信你看，本周小右又为大家带来三个更新推荐哦。经过三个月的不懈努力，我们改善了 MIUI 音乐曲库。新版的音乐曲库有着更丰富的音乐，更海量的歌曲。以前搜不到的周董、五月天又回来了。想想年少时的七里香，念念青春时的倔强，为了让大家听得开心，音乐小编一直在努力，赶紧来听听看吧。以前收到骚扰短信，想查看需要进入安全中心的骚扰拦截，回复还需要新建短信来回复，小右怎么能允许这么不科学的操作呢？本周 MIUI 可以直接在短信中查看被拦截的短信，并且支持回复短信，体验这么赞才是小右应该有的嘛。如果你正好有想吐槽的，欢迎来找小右的产品经理撕逼，为了用户体验，小右也是蛮拼的。据小友所知，有很多小伙伴用的不止一张 SIM 卡，以前只能下载正在使用的 SIM 卡云端短信，现在小友支持可以在当前小米账号下下载全部云端 SIM 卡上的短信数据了。小米账号在手，云端短信全都有，大家快来体验一下吧。好了，本周的更新推荐就是这些，想了解更多就关注 MIUI 微信公共账号吧，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@MIUI官方微博，我们下周再见。